这个精神好，心情好了吼，造成这个叫做精神好。这个看起来，这个叫做台湾的这个变天啊吼，可能我来讲，我讲台湾这个变天啊，所以咱心情爽，因为这个对于咱台湾人的未来呢，非常好的这个改变，所以呢，当然咱心情真好。今日上课吼是已经上尾啊讲啊吼。今天早上呢，这偌久哈？林博士呢，起床讲，哇，那时间过真紧，三天已经到了哈，特别过去了哈。所以呢，非常的难得哈，大家拢集合伫遮。那么相信呢，经过咱遮的老师呢，甲各位讲一寡这个有关范例啦哈，有关遮相关的代志呢，我相信。大家已经拢有真深的感受吼、哦。那么我直接强调吼，法律这个物件呢，伊后壁有一套逻辑，有一套国际法的道理。不过呢，上重要咱迄个名词啊用了足正确吼。名词大家讲，迄叫啥物无重要，叫啥物足重要，吼、哦，足重要吼、哦。因为每一个名词后壁拢代表一个真重要的概念伫内底。所以你名词啦用唔对呢，就是迄个概念有问题吼、哦。所以咱转去了后呢，有关的这个法理论述的这个部分呢，有一挂名词可能爱阁进一步，阁去研究较细节的部分吼、哦。这个部分呢，再拜托大家继续阁阁进一步吼、哦。那这上课之前呢，有两项代志呢，要甲各位拜托吼、哦。第一项代志就是讲。咱即摆一挂房间内底有迄较大领的迄个铝箔的迄个垫子有无吼？就是请即个使用的即个房间的人吼，拜托一下即个，甲伊收起来吼，折起来，然后放去迄个一楼吼，餐厅的对面吼，餐厅外口的先是毋是有粪扫桶的部分？粪扫桶的对面这边吼，甲伊集中伫遐吼。那么这要归还啦吼，那么将来老师以后呢，这个咱会可以买新的吼，买来家己专用的吼。那么目前呢，这是上少的，总共有九领吼，也拜托这个使用这个房间的这个做同学吼，拜托一下吼，看是要轮流还是要共同吼，来收起来吼，然后归还吼。第二项代志就是讲。因为咱真侪同学呢，可能第一次来遮，甚至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么这个机会真难得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比如讲台北做或者么报名的人呢，实际上呢，有的拢是第一次见面啦吼、哦，那么这个机会真难得，所以各州吼，伫这个中昼的时阵啊，食饭饱吼，今日较辛苦的。食饭饱的时阵吼，各州小集合一下吼，熟悉一下吼。那么小可开一下会一下，留下这是如何来将来要沟通的这些管道吼，还是讲有啥物这个新的这个想法，这个各州吼来做一个小的 meeting 啦吼。我想，但是呢，这 meeting 呢总是要一个场所，所以我只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分配吼。台北州呢。人数不讲介济吼，所以就食饭饱了，咱留个饭厅遐啦吼，台北州的部分。那么台中州呢人较济吼，所以这情形啊，我是建议讲台中州呢来教室遮呢，中昼是教室无人啦吼，台中州的人较济，所以这场所较宽吼，台中州来教室遮。那么台南州呢，我是建议讲去一楼的迄个会议室，会议室你知影无？就是咱食饭出来，迄个门的对面吼，右手边有一间迄个会议室吼，大家进去遐，遐有碰面通坐吼，安尼应该是有够，无够，遐伊也才少夜阵吼。高雄州呢，就是去拄则讲，就是讲咱一楼的迄个做洗手间对面有无吼？就是去迄个有一个吧台迄间吼，遐有一个桌啊吼，那么利用迄个所在吼，就是讲食饭饱以后啦吼，大家。各州的州长呢，家己安排，看要来甲这个你家己州的人呢，考好吼、哦。那么，小可做一个 meeting 交流一下吼、哦。那么，宜兰州的部分，
哦，宜兰州的州长今日无来哈、哦。那么宜兰州话呢，老是有宜兰州的人呢，内底吼，家己一个志愿的吼，因为即摆将来大家要做干部吼，即摆开始运作啊，对无吼？所以宜兰州的州长无来，那么宜兰州的内底人就家己来跳一个出来做领导人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小集合一下，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吼、哦。这是我初步的，如果有啥物问题吼，会使阁协调啦吼。哦、咱这大家想。这里做开放式的哈，大家沟通哈。哦，三点要去迄个团体上。三点的时候，咱到时画一个吼，就是讲大家心理上有一个准备吼。三点要去团体照，那么大家衫要穿个好，因为咱的规定呢是讲，大家来遮的人呢，或者像查甫的呢，拢总爱穿深色的西装。我最近开6000块去买一双。啊、第二个就是讲查某的哈，这个女性的部分呢，穿洋装哈，穿洋装，意思讲哈，这个做咱有外套要脱起来哈。那么大家去集中去遐三楼，好吧？三点的时候，到一楼遐集合啊，咱找一个适当地点翕相哈。大门口哈，大门口要翕相哈，所以三点的时候咱大家配合一下。那么今天的第一堂课非常荣幸哈。那来请咱的电脑专家，今日哎，有啥物？刚才董事长没有讲说，依然说要在宜兰哦。宜兰，我看啥物？电脑那边，电脑那边。哦，餐厅对面就是已经放做前电脑那边了。报道的哇，报道后边遐好吧？哦，就宜兰州的人哈、哦。OK。OK， 这个退场哈，退场呢，今日呢是这个咱在场内底吼，伊第二名，连高德少，今年84岁啊，做认真对。美国回来台湾拼这个台湾建国吼，鼓舞一下。你是咱的财政大臣啦吼，所以这个足辛苦吼，爱有一个交代者吼。下晡吼，这个做大家要离开之前吼，爱把这个房间吼恢复原状。吼，啊，你即摆有迄个拖鞋啦，啊是有迄个小脸盆啦吼，遐拢加集中一下吼，就是讲，啊，搁锁匙吼。通通放伫眠床顶，吼、哦，锁匙嘛放伫眠床顶，后日才通有够用吼。迄、哦、菜吼、哦，唔通做一连根拔除，一定吼、哦，即个说挂遐许我来食就好，后日继续购物嘛，对无？啊，你嘛甲挂掉以后都无啊，吼、哦。OK， 所以锁匙甲脸盆吼、哦，通通放伫你迄个床位床上吼。安、哦、尼啦，统一规定吼，锁匙要甲放伫迄个脸盆内底好，啊，放上面顶层吼。哎，请说。脸盆请拿到一楼，拿到一楼同意。哦，这样子。你可以按那个洗碗机休息。